在四川绵阳闹市中心，景中街中心友谊小学坐落于此。这里的中心友谊指的就是中国和新加坡。2008年5月12日，一场天灾将很多事情定格在了当天的12点28分。当时的绵阳市景中街小学的校园也在这一刻失去了往日的读书声。生死不离，你的梦落在哪里？想着生活继续，天空失去美丽，你却等待明天站起。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血脉能创造奇迹。5.12地震后，以卓顺发主席为代表的新加坡爱心人士，于2008年5月25日晚举办了“温情无国界，让爱川流不息”赈灾电视晚会。太平绅士卓顺发主席担任筹建委员会副主席。正是这次电视募捐活动，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这次募捐为四川地震灾区学校重建和孤儿教育筹得善款1025万新元，设计和施工均由新加坡援建方完成。重建至今，每年培育1800多名学子。2010年，女双冠军朱雨玲夺得双项世界冠军。2018年3月，绵阳籍选手季竹君又在2018年国际乒联青少年巡回大赛意大利站夺得 U15 团体赛冠军。乒乓国手辈出，景中街小学堪称国球世界冠军的摇篮。与此同时，卓顺发主席联合他的朋友们一行向景小捐建了1434平方米地下乒乓球训练馆，紧急情况下可作为师生临时避难所，让景小乒乓球特色建设如虎添翼，成为打造国球文化独具特色的物质条件。为了让学生铭记住新加坡爱心人士的善举，新楼建成后，学校挂的牌子变成了绵阳市景中街中心友谊小学。千千万万学子从这里奔向自己的未来，这是无数人用爱汇聚的结果。所有为爱动容的努力，至今仍在回响。以卓顺发主席为代表成立的让爱川流不息赈灾工作小组，在新加坡国际各业发展局成都办事处及在川经商的新加坡企业的协调下，用了近3年的时间，在绵阳、大邑、绵竹、石方、广汉等地确定了受援的7所中心友谊小学和1座桥。时至今日，卓顺发主席仍然在坚持着善济天下的信念。由港澳台湾慈善基金会主办，凤凰卫视协办及制作的爱心奖已经进入第17届。本届爱心奖甄选范围继续涵盖全球华人地区，最终由8位慈善楷模得奖。海外地区得奖人是来自新加坡的卓顺发，成为首位获得这项殊荣的新加坡慈善家。他决定把逾23万新元的奖金捐回给主办单位做慈善。行善与慈善是两码事，层次与境界。行善是喜不喜欢，随性可有可无。今天想捐就捐，明天不想捐就不捐，这叫行善，很有那种随性。慈善是定性，他承担，他慈悲，他同意，他没得选择，没有喜不喜欢，只有喜舍，只有付出，付出再付出。数年如一日，
卓主席无限地投入自己的思想、精力与资源，团结更多人，去推动爱与善的事业。让爱川流不息。